这几天王菲的新闻不断，先是参加了嫣然天使基金的晚宴，王菲带着两个女儿和众人尬舞，可能是高兴喝多了，王菲罕见摘下墨镜放飞自我。前两日有网友爆料说王菲在录音棚录制新歌，据传在为范冰冰主演的电视剧《赢天下》配唱主题曲。当天王菲身穿一身灰色休闲装，叉着腰很有范。10月1日国庆节，又有网友爆料说在德国偶遇王菲，消息上说是在德国，王菲带着女儿李嫣出现在一家商城，从画面上看有好几个人同行，像是刚刚下飞机。可惜网友并没有拍下王菲的正面照，只拍到了一个背影，王菲一身黑，不过网友确定是王菲本人。王菲虽然离过两次婚，但和两个女儿的感情都不错，时不时带孩子外出游玩，当妈妈的真的不容易，孩子始终是妈妈放不下的牵挂。